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第 OK 没有编号，这是一集高清重置的版本呢。有时候呢，我会呢将可能200集之前呢的一些玩具呢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重新拍摄录制。那主要的话呢是针对当年的一些画质的部分呢做一些改善啊。当然也顺便回味一下当年一些故事。那今天呢，这个是变形金刚第三集，当时的一个 Commander Christ， 当时那个指挥官级的玩具，雷霆拯救队的这个上弦、路霸，还有这个是冠千角。那么我们知道呢，下一波的这个 Steel Series 呢，将会推出新模具的这个 Deluxe Christ Robust。那这个旧的这三个家伙呢？维持了当年这个系列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让人不爽的一个传统，就非常奇怪，雷霆拯救队的三个成员呢，一定呢会有一个是非武装的状态混在各个级别里头啊，这个是属于一个 C 级啊，你可以看到这个上旋呢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赛车的一个形象，没有任何的爆甲的状态，就是一个非常标准48号的一个跑车，而它的一个变形呢也是让人觉得非常无言的一款。那这个涂装的话呢，可能是它最大的一个卖点。上面的话，一个这个还算工整的一个涂装啊。但是呢，其实当年的这个雷霆拯救队呢，他们身上呢是以大量的赞助商的这个 logo 啊，还就是非常涂得非常满的一个，作为他们很大一个卖点。那当然，这个 C 级的话呢本身已经省略掉非常的多。那加上呢。这个是非常素的一个造型，所以这一款当年的话就是比较不受青睐。但话说回来啊，有组队呢就是不一样，三个里头就算有个猪队友也没有关系啊，只为了凑齐三个人呢，总是能够把这个多出来那个呢硬卖出去。但是话说回来啊，并非是，就是你看这两个家伙可以做成这样，这个上旋的完全是可以开发成爆甲形态啊，就只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偏偏要这么做。我相信不是省成本啊，相信并不是。那它这个车轮的滚动性都很好啊，这个已经就是不用去怀疑的。那我们就来玩一下这个变形过程好了。这一款的一个上旋的变形也是非常的有梗哦。首先的话呢，这个地方把它给尾翼给打开，然后呢往两侧的话呢，把这个车子的话在正面这里给它给拨开。这样子 OK， 然后两腿呢再给它做一个打开，我们的一个上旋的一个变形呢就算已经是完成了啊。那它的一个可动呢就是这个它那个夹子手啊，其实不是夹子手了啊，如果你去看到一个正式的一个官方的设定，它是一个也是一个拳头型，然后拳头的一个两侧有伸出两个这个像是夹子的一个造型啊，并非没有拳头，它还是有拳头的，而它两手呢做出一个不对称的造型啊，这边是一个啊，还多了一个可动，这里，对不对？另外一侧就没有，就直接是一块的一个造型。这边的话呢，还非常耐人寻味的做出一个类似球冠的一个造型啊，就是非常迷的一个造型。然后呢，上旋的话呢，这个它上方的这个人物上方是有这个像是冲天或者是向前发射这种尖炮呢，一样是有做出来了啊、哦。但是呢，这个玩具你翻到背面来看，就是 OK， 所谓的一个蚌壳精嘛，就是蚌壳精这样 OK。好吧，现在来看还是觉得它有点意思啦，有点意思啦。这个两腿这样子，站立性还算可以吧，我们就暂时清它到一旁去了。再来这个 Robust 呢，是我当年的话是给它评价是最高的。那这个爆甲形态就不多说了啊，非常漂亮的一个车子。那变形的话就是非常直觉啦，两腿就翻出来。那一样是这个两手的话只往上掰出来，往上伸。那它这一款的话有一点非常赞的，就是这个武器啊。这个电锯的话呢是一体成型啊，尽管说是只有这样把它连上去，但它确实是一体成型啊。这个 Deluxe 等级的话是一个外挂式的，当然包括这个比较高等级的这个 Human Alliance， 就人车级别的话呢一样是一个外挂，唯有这一款这个 Commander 等级的话，它是直接的就直接附在一个手臂上面。那么这一款的话就毛病就是最少的，人形的还原度也是非常的不赖，胸口啊这些细节真的是非常可圈可点。眼镜的话，眼镜啊也是有这个水蓝色，稍微有一点金属蓝的这种涂装。你看到这个细节啊，非常的棒。那他的两手呢，一样是不对称的啊。这个三个人呢，两手都是不对称的啊。虽然有附一个好像可以握武器，但实际上没有武器给他拿啊。轮胎直接在手掌的背后，给各位看一下这个侧面，
这款的话就是我是觉得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好，那电锯的话，如果你不想要露出来，你可以收在后面啊。所以这一款的一个武器跟人之间的一个互动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是比较好的。那战力性呢，由于呢这个脚底板非常的小，非常的薄，所以这个战力性的话，就是它算是这个玩具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毛病啊。主要是它这个两腿必须打开啊，你看，它是一个往两侧劈开的一个，劈开的话反正能够站着。你还是散步，我是怎样？没吃饭吗？稍微重量往前放一点好了，好吧。OK，我可是稳定度的专家呢，对不对？确实，我都能够让它倒立了。然后这一款豹甲形态的贯千脚，它的变形也是很简单，一样是这个两腿是后面这里是，不对，它这个应该是两手先打开，两手打开呢，后面这个才不会被干涉啊。你可以看到一个凶恶的胖子啊，凶恶的胖子啊，嘿。然后呢，这个腿从下方翻出来啊！我讲凶恶的胖子的时候呢，相信我前面是没有镜子的啊，是。然后呢，这个手臂这样折下来。那么我这一款的话呢，这个地方这个球关啊，这么多年没有玩啊，它这个地方的球关还是非常的紧，非常的紧。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整个一个形象，一样的这个脚底板的话，一样是一个两腿稍微往两侧掰开一点，它呢反而呢能够站得比较稳一些些。那么的话呢，我们来把镜头呢稍微放远一点点。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不对，这个怎么看呢？这个红色的这个它这个 lead foot 这个冠天脚呢，都比较像是老大的一个地位啊。那这样子，这个雷霆拯救队的三人小队呢，就这么样给大家做这么样一个高清重置啊。那我记得我收这一套的时候呢，是一个我记得是冬天的时候了啊。那如果没有记错，这个上旋我是在反斗城买的，然后这个的冠尖角好像是在这两个哦，这个红的跟绿的呢，有一个是在全家便利商店买的，另外一个是在百货公司收的啊。那当年真的是买玩具哦，就是没有像现在这么多，就是大家可能也知道，我现在就是有时候买玩具什么会直接跟这个盘商啊、代理商去拿啊，这个没有跟各位讲到啊，它这个两手一样。而是不同造型的。那以前的话，就是以前还是一个小小小萌新的时候，买玩具真的是要自己到街上啊，到百货公司啊，到一些大卖场去自己去搜刮。虽然不方便，虽然买的可能比较贵，虽然效率比较差，但那段时间真的是收的比较快乐了啊，就是永远都有那种抽奖那种感觉，不像现在好像。我不敢说现在爬得很高，但是因为看的高度呢，就是资讯的一个越来越透明之后呢，反而没有以前那种期待的感觉啊，就是很难说哪个比较好了啊，很难。就像小孩子的话呢，虽然娱乐少啊，资源也不多啊，被限制的比较多啊，但是呢，一点点小小的满足呢，我们就会很开心。而现在的话呢，就年纪大了之后啊，拥有的时间呢，时间没有变多啊，就资源变多啊，那经济手头啊，就是买东西什么限制呢，包括情报的流通都比以前还要来得充分，但是反而就变成了一个 OK，因为我们知道欲望无止境嘛，反而呢就没有像以前那一点点小确幸就很开心了，这个也不知道。是人老了还是怎么样啊？就今天的话，就给各位唠叨这几句吧啊，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